Hi there， 大家早上好。今天是已经在去上班的路上了，然后今天又有一点点飘雪。昨天我看新闻还是心情挺沉重的，就是因为这个疫情，就好多人需要延迟上班啊，延迟开学。但是还有很多，比如说商场，一些就是个体户啊，要关门啊。就是我感觉大家的生存压力其实都很大。你这样一想，我觉得自己有班可以上，每天过得都很充实，其实是非常幸福的。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工作可能不是你百分百就是特别喜欢特别热爱的，但是这个钱肯定是你需要的，然后利用你的业余时间就可以做你喜欢的事情，然后慢慢的坚持，像我做视频也是。好了，先讲这么多，我们下班见了。早上好，一大早出来遛狗，突然发现昨天夜里下了好大好大的雪。我把老公送走上班了，那今天我是晚班。晚班的话，我早上起来还有时间做个瑜伽，遛个狗，然后就去扔了一下垃圾，还有就是回收的东西。那我现在就准备做一个非常简单的 brunch 早午餐。这个 avocado 前段时间买的，感觉在冰箱放的时间可能有点长，非常非常的软，不知道切开怎么样，试一下吧，希望它不要坏哦。这个熟度正好，我还怕它坏掉呢，太棒了。然后这种小面包呢叫 sliders， 它其实就是那种汉堡的面包，只不过非常非常的小。如果是正常的那种汉堡面包呢，它就是棒，就是我感觉就是描述几乎是同一种东西。我发现英语其实有很多的词汇，其实有的时候你听不懂也不要太灰心。像我一开始就是，我就会觉得自己怎么那么傻，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更多的时候你要给自己建立一种自信心，就是说那我不知道我可以学吗？像这种东西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你知道它叫什么名字了，那以后你就知道了，对不对？就这个意思。所以我的小 slider 上面我先切了一层 avocado， 剩下的也不要浪费，可以做一个牛油果酱，然后再煎一个蛋。鸡蛋煎好了，我把它折一下，不然放不下呢。然后上面再撒一些绿叶，随便的绿叶。这个小汉堡面包实在是太迷你了。好了，我的三明治。那刚刚又切了一些橙子，补充一下维 C。Good morning， 今天周五，下这么大的雪，幸好今天在家休息。那现在外面的天气情况是这样子，然后尼莫他刚刚睡了一个午觉，已经睡醒了。哦，哎呦，还要 stretch 一下，对不对，宝宝？ Be a very good boy. Do you want to go outside? You want to go outside? Oh my god， 你不知道外面下大雪吧？然后呢，我其实是顺便出来扔垃圾。但是这个扔垃圾的这个门冻住了，我打不开呀，怎么办？啊，怎么办？我的垃圾在这里，这个打不开，扔不进去。然后我的狗还一直要走。等一下，尼莫，等一下。Finally, God。正是因为这个下雪天，所以老公今天会提前下班，然后我准备了一些水果，我切好的梨子以及洗好的 raspberry 大概，然后等他来的时候上面再喷一层 whipped cream 就 OK 了。老公真是活雷锋呀，回到家马上就开始铲雪。其实应该有小区里的就是一些工作人员，但是他们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没有 plow。 I'm a stranger, don't let me in. Murder!Thanks for cleaning the toilet. There's lots of poop on it. No, 我今天打扫了一下卫生间。好了，他现在刚铲完雪，就可以吃他的小零食了。吃完了，现在我们再给姐姐写一个贺卡。明天我们去跟他一起庆祝他40岁的生日。太幸福喽！今天不用我做饭，今天老公要做咖喱鸡。吃一罐椰奶。This is chicken broth.这个叫什么来着？ What's the name of this curry paste? Curry paste? Yeah, you can use all because it's not enough for next batch.
chicken broth 还有咖喱酱结合。Yep. OK， 大概烤了一个半小时，这个鸡肉就烤好了。然后我还烤了两个红薯，这个红薯好甜呀，特别好吃。然后我的米饭也蒸好了，今天蒸的米饭里面还放了点玉米，还有香菇。好啦，这就是今天的晚餐，然后就边吃饭，然后边看剧。今天看的是 Bob's Burger， 这个太有意思了，太搞笑。早上好，准备去上班了，但是今天早上老公很暖心，一早起来就给我铲雪。Well, thank you for doing this. Who said that?I said it. No. You're going to be stuck at home waiting for somebody to come get you because you can't go out. Mm-mm. You gotta be strong, independent woman. 老公嫌我不够独立，就是如果是我下班的话，我也会自己铲雪的。但是因为今天我感觉他在家休息，然后他 volunteer， 他要帮我铲雪，所以我才没有早起出来铲雪的。而且正好今天那个车里也没有油了，要去加油，因为今天下班之后要去 Bo 的爸爸家一起去过去吃晚饭。Yeah, but it's not enough. 下班回家，老公在做汉堡。Yes, ma'am. So we have one T-bone and four ribeyes. There's bacon. Looks yummy, yay. Okay. Scallops. Those are my favorites. 然后用黄油稍微煎一下，最好吃。That's the one I do remember. Mmm, listen to that sound. Dinhina was. I am excited. Oh my god, it is. Mm-hmm. I don't know why I thought it was on the 14th. It's Valentine's Day. It's Valentine's Day.So actual happy birthday. Where'd the rest of your roll go? Great dinner. Garbage. Ice cream cake, the best cake. 我在煮汤圆，因为今天正好是元宵节。Happy birthday to you. And many more. Light up candles. Hey! Hi, Nemo. 那你跟大家说，这周的 vlog 就是这样了，我们下周再见，好不好？Nemo 的毛长长了，但是因为是冬天也没有给它剪毛。希望大家都看得还开心，那你继续睡觉吧 Nemo。